是乳母意志，只是这个囡仔，伊就不爱去想老母，囡仔来去想老母，老母本来在想囡仔，那当下你就证入念佛三昧，一心念佛，所以佛都准备好了，百分之一百在加持我们。但是各位要打开咱的心嘛，去接受阿弥陀佛，去接受三宝的加持。行住呢，有一句话讲，我们要将我们的心完全供养阿弥陀佛，好不好啊？有要供养的请举手，真的吗？好，我来叫你出家，你就卖个多啊，滴滴嘟嘟。叫你当你要塞个啊，那就没办法。我们佛教讲最高的戒律三昧耶戒，那就是说你要跟你的师父上师用生命来承诺啊，要把自己的身口意生命供养，然后呢叫我们东就东，叫我们西就西。当然这样做不是找我们麻烦呐，意思是说这样可以断除我们的我执分别烦恼，不然呢，每一个人都用自己的想法来修行啊，在出家人嘛呢，咱台湾是会使讲全世界出家同好命的所在啊，所以呢，就好命，所以就一人带一斤啦，各显神通啊，然后呢，自己甚至在山上我就弄一间也不错 啊，当然也不能讲对或错，但是思想上呢。有时候我就会觉得，同样一个道场，两个出家人，同样一个地方，三间寺庙，但是呢，三个看法不一样，所以动机不一样。佛教讲八万四千法门，学哪一个法门都可以，但是法门是方便，重点是动机一不一样，深信因果，出离心、大悲心，有没有真发菩提心？我想佛法讲的是动机一样。那法门只是一个方便啦、啊，你念阿弥陀佛，你念大悲咒，你念阿弥陀佛都可以啦。啊，你说哪一个宗哪一个派，那只是一个假象，那是个名字。那最主要是一个动机比较重要啊。所以我想，就像世界南公，我爱你，不管你供英文、供中文、供客家话，我们知道对方对我们的关怀，那个感受比较重要，而不是说。你讲什么语言啊？那同样的，我想每一个人在修行，为什么会产生了不一样，甚至有分别排斥对方？那就是因为我执、法执，执着了自己，或者执着了这个想法，而造成大家不一样。那这一点各位要很努力。那很努力，最好的方法，乞丐、相丁、呵呵阿基、思维、地会。那这样可以达到跟佛一样的看法啊，佛佛道同，无有分别。观音菩萨、地藏王菩萨、大威德金刚、马头明王，他们没有不一样，没有吵架的，没有分别的啊。所以你嘛拜阿弥陀佛，我嘛拜阿弥陀佛，结果咱两个拢袂合啊。那净土中的道场可多了，但是呢，各有各的想法，各有各的分别。那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，为什么没有把真正自己啊融入在佛的心态？简单的说，也不了解佛的思想。站在修行上是没有空性，有分别啊，杜阿公哎，有烦恼障，这个我执；有所知障，这个叫法执。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烦恼所知障？因为末法，末法为什么没有佛陀？没有佛陀。那我们就认为说，哎，你讲的不见得对，我讲了如何如何，因为没有佛陀。那为了要在末法，各位要证得空性，所以各位要依止善知识。那站在金刚乘，所谓密宗，他们这一点比较严。那你要得到一个真实的菩提心来修这个仪轨，那你要依止根本上师。但是这个根本上师也不能随便依止啊，你得透过长时间的观察这一位。啊，根本上是他有没有具足资格？那像我们就不行啊。虽然我们假设有一个好心，但是问题是你要去医治一个根本上是，他必须有熟练，除了深入经藏、菩萨戒力于圆满，他对各种仪轨非常圆满。啊，你就要修护摩、活供、烟供啊，各种断除众生烦恼的
他们都能够透过闭关而修好。那这一点就比较难了，但不是说这个世界没有，这个世界有很多这种金刚上师啊，金刚就是空性了。所以那当然我们准备好没有，如果你没有把该修行的诸牛都准备好，就算你现在旁边做一个真正的金刚上师，对你也不好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人天福报还没修好，解脱道的资粮还没有修好。那对你来说，你现在就去拜根本上师，就像你是个小学生国中生，你马上去拜博士学他的，学不来。所以我想各位，如果当然我们想要赶快能够成佛利益众生，那我们基本的资粮一定要做好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，你至少要有这个啊，要很精进累积。你也可以从你世间看看你有没有福报，身体健不健康，福报够不够，金钱智慧够不够，那这些要去观察啊。如果你自己还不够，一点点小问题就起心动念就烦恼，那你还讲金刚秤，很困难呢、啊。啊，你还想谈恋爱，你还想对家里爱情有所执着，那你要去修金刚秤，那很困难。啊，所以修金刚秤是你这些刚刚讲了世间资粮福报这种出离心具足了，所以而且完全的依止三宝，不敢用自己的想法，为了要断我执，所以这样去修会比较圆满。但是我们现在虽然做不到，但是我们好好的受像我们这样八关斋戒，我们做得到了。那在以这种八关斋戒发起无上菩提心，那我们来念诵咒语，那至少我们尽力了。好，所以能给你修八关斋戒，去斋一条功德，大家精进，把这十二条的功德回向给众生，好不好啊？所以佛经说，一个持戒的人，你走到什么所在，土下的土啊，天顶的神哦，提去供用持戒的功德。啊，释迦牟尼佛说，一个人一天精进守八关斋戒的功德，超过于你供养整个地球阿罗汉的功德。一个人持戒，啊，当然我们供养阿罗汉，我们随喜他功德，还不如自己精进持戒。当然福慧双修，两个都做吧。释迦牟尼佛说，你在佛陀的正法，释迦牟尼佛在世出家五百年的功德，那功德太大了。但是不如在末法一日一夜手持八关斋戒的功德。更何况让大家发起念一下大悲心、菩提心，一切为众生，善根回向众生，那你得到了功德更大啊！这样圆满的功德，那你再来回向，最后都回向完了，再回向你的家人，回向你的祖先，那他不可能不消灾，他不可能不超度。所以我想，我们外面写了这么多消灾、拔度、排位，那今天下午我们还特别礼请色拉切可西，除了来接受我们众福田供养，要为我们修法。那今天的排位是三场法会的排位啊，从云林到昨天台南，大家的高雄，这下高雄没话了。排位才是我们的支票啊！啊，我们对每一张排位精进的为他以持戒这种真上的功德发菩提心，广种善根，来跟对方结缘。就像我为我的母亲在尽力一样，各位也为各位的父母祖先在尽力一样啊！就像我前面永远摆的堕胎胎儿排位，因为大家都知道，我冇金刚后，自己也带人家去堕胎，我有一个堕胎的小孩。但对我来讲，我对这个小孩子最大的精进、忏悔、感恩，就是我要发愿超度所有堕胎的小孩啊！我想各位，你别去吃一只鱼啊！啊，咱起码已经了解佛法了，咱起码有法度做的，那么咱别个去吃鱼啊，咱有忏悔心。进一步呢，咱要帮助所有的鱼啊超度，一死去，咱个超度。都啊，咱湛明法师甲讲师父啊，哇，早起来，嘿，目眶拢咧白摸黑呢。哦，现在离海港很近啊，所以咱中岛
大家发起救较济，好唔好啊？早上能够他们去救多少？伊讲下昼袂较济啦，抢救生命，这个叫随缘尽力啊。但是我想上供下施难容走好，所以我们把这十二条功德，大家发菩提心，我们自己精进修行，为利有情，回向整个世界，回向所有众生，希望他们得到这十二种福报。虽然两在地前面加个当愿众生，好不好啊？啊，我们来精进，但是当愿这些母亲、父亲、众生都能够得到如此。第一条，来，当愿众生脱离病苦。第二，当愿众生消灭罪障。三，当愿众生免除横祸。四，当愿众生远离恶趣。五，当愿众生福报优厚。六，当愿众生成就迅速。七，当愿众生来世尊贵。八，当愿众生得生天上。九，当愿众生往生住缘。十，当愿众生临终欢乐。十一，当愿众生得相好身。十二，当愿众生成佛道缘。修八关斋戒可不可以成佛？这个叫成佛的助缘。修八关斋戒可以至少中品终身西方极乐世界。那我们用菩提心来受，那上品往生。所以各位，都是刚来被西蒙，有没有把握去极乐世界？有没有？你讲无问题，但是众生有问题，袂使啊。我们虽然没有问题，但是要让自己有那个功德力，让所有往生者因为你的助念，因为你的回向而往生净土，好不好啊？所以各位，我有当时叫你爱拔杯的，像呢啊，这不是迷信，拔几遍啊，免特别拢拔，安尼。意思讲，我今天好好的持戒，我发愿回向给对方，然后呢，我很认真啊，供养佛菩萨、礼拜、点灯，安尼我安尼回向给对方，对方有法度往生极乐世界，哇，你会有信心呢、啊？啊，有三次以后，你就不用再问了，你就按照这样精进就好了。啊，那我想各种的功德，佛讲的都没有忘你，奉心的功德，点灯的功德。共辉共罪的功力，所以我们都知道了，大家有信心。你看看我们讨个定，有庄严不？哇，因为大家对经幡有信心啊，挂经幡，这挂这样呢，看起来小可危险呢。啊，但是各位福报大不大？大，还等于一面经幡就是一个佛菩萨在跟我们念经呢，在跟我们加持呢，啊。所以呢，五个颜色，五方佛，断除五趣轮回，消除五毒烦恼，圆满五种成佛大智慧。乃至这个世界，念一下地水火风空，通通得到净化啊！所以呢，这个空代表人类的意识，终身的意识都能够净化。那地水火风就是世界，叫有形无形，有情无情众生都得到净化。这么多经幡，所以我们有信心，有信心你才会去念阿弥陀佛转经幡，有信心念阿弥陀佛。来，头目睭看头前，头前这阵佛晓一个球，有咧放光啊无啊？未来有甘露水呢？啊，迄、那个球代表地球化作甘露，七彩放光，在布施甘露。所以我们去新加坡请台币1000块。直接到大陆定变500块，所以各位呢，你要不要厝个个请一个，扛起把靠，暗时你做你困，把靠咧布施甘露啊。那一天我们在新加坡实验这样做，众生有没有得到甘露？哇，有啊，太快乐了，太快乐了。啊，我们占日法师说，那个球给他拿来磕咒语，光磕咒语都没练呐，我们只能用念了。后来我们把咒语藏在下面。这旧衣也好醉啊，旧衣弄个坑下来的，哇哇哇哇，那功德无量 啊， 啊！然后呢，叫他24小时不施甘露水，光七彩佛光，好不好啊？
如果你前面有空再点个甘露水，啊，你做你去卧困，你都在做功德了，啊，然后这个佛加持啊，所以我想以慈悲为方便。当然，这个东西放在那里，到底有没有功德，是因为你有一个信心、悲心，对佛的祈请，所以它产生力量了。我想各种各种的方法，就像用风的力量转动经幡，用水的力量，啊，用经轮的力量，用佛菩萨的加持力去帮助众生。但是我很喜欢看这个，为什么？一直在动，一直在动，悲心不断的在动。就像观世音菩萨的气味甘露水，因万内压，就像鸠摩罗什虽然下步啊，各位去草堂寺，他那个烟供啊。清凉烟24小时都还在从它的水井冒出来，所以佛陀叫我们来以有限的生命找到无限的慈悲。释迦牟尼佛虽然示现80年，但是他的永恒的生命都存在了，啊，法身常住，应化无边。所以我想我们点一根香，两点钟在那里，我们很欢喜，因为两点钟都在布施甘露啊，啊，咱一个念佛机个放在遐，哇，你来去休息的念阿弥陀佛啦，而不是说念佛机有特别功德，而是说你打开这个念佛机，你的思想用悲心，希望听到念佛机，听到大悲咒的所有众生离苦得乐。所以现在有那个太阳能的，加个莲花，像他们手指弄个插着，对不对？看你是要念地藏经，还是念阿弥陀经，还是念不动佛心咒？哇，现在 IC 很容易了，现在还有人用我的声音坑黑啊，阿拜海涛法师啊，CD都坑黑的后了。啊，事实上我们早就做了，哎，电视就是佛法，资讯手机就是佛法，对不对？这些嘛假，电视里面嘛假，但是佛法是真的呢，所以不用执着。如果你可以从现在我们也在电脑直播啊，手机直播、电视直播，他们很多人也在受八关斋戒，到底是这个真的还是那个真的，还是他的手机是真的，通通假的。但是透过听闻佛法，然后呢能够去实修，那个才是真的。所以这个世间一切都是如幻如化，我们呢能够借这个如幻如化的假合的现象，五蕴皆空，我们能够去找到真理，慈悲才是我们的生命呢。所以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来供养诸佛，佛教我们皈依三宝，皈依三宝是我们不要再有自己的贪嗔痴了，用自己的身口意来圆满菩提心啊、大悲心啊、空性，不离因果的空性，让我们的生命变成如此。死亡是必然的，生老病死谁不会生病，但是我们永远保持在这个动机呢。所以我妈妈生病，我就在想不讲都不讲，他躺在那边就躺在那边，如果我躺在那边，我嘴嘛都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啊！所以我还跟我妈妈开玩笑，还没开到，哎，阿妈妈，你今晚拢无了阿弥陀佛，观世音菩萨，阿弥陀佛，我拢未记啊呢啊！身体好的时候会念，身体不好的时候就不念。那啊，所以我不啊，阿不你边念，阮来念就好啊，我们来做。那至少我们让他知道我们在做啊，啊，他偶尔念念啊，啊那样，所以我知道我老母要开刀啊，母啊，你来开刀吼，你干来在念这样尔，无你要念多一项，你们赶紧麻醉吼，你都拢唔在人，但是你的意识还是要保持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，啊你来精神呐，两条路，哎，我来拍摄讲啊，一条路看到阿弥陀佛。一条就看到恁囝，看你是看到啥？看到恁囝就搁挖断个，阿弥陀佛就去啊！啊，你莫去看到别行，哎、啊，你看阿弥陀佛，啊，无就看到恁囝，我咧边讲，不啊，有好无？安尼，但是随缘，但是我也要给他啊，一直给他讲啊，保持正念啊，很欢喜啊，不啊，哇，今日呢替你去放心偌济，我伊就笑个。每次我跟我妈妈讲，伊都很欢喜。啊！那个问讲，啊是开偌济？嘿啦，那边钱啦，你敢那欢乐哩？开足济钱，所以我妈妈一生病，我就花了我积蓄都快全部来花了啊！该供养了，该做的把它做完了啊！
所以老母个底啊，你替老母做的百分之百，对不对？老母那翁心啊，你替做的就剩下七分之一，所以要拍拼做啊，努力去付出。就像各位你在运动，自己怎么样运动，筋骨会比较舒服，这要靠你自己去操作啊。那每个人都可以体悟一些方法，所以哦，从我腰不好啊。哇，人家就提供我上百种方法呢，我们这边赢多几种啊？那意思这些都是人家的经验之谈，对不对？啊，他透过这样，所以他觉得他腰很舒服。不过我做一个结论，就是运动就会好，这样呢，不动就会僵硬，然后呢就不舒服嘛。所以同样我们的心态也一样。那为了要让我们保持一个惭愧心、虔诚心，对三宝的信心，乃至对轮回的出离心，对真理的空性，对众生的悲心，对成佛的菩提心，然后呢，保持永远的精进，那你要用各种的方法来帮助你自己。那当然对我来讲，最好的方法是什么？我自己呢，就是坐在飞机上啊。那时候啊，我很容易去观想哦，飞机要掉下去了，随时死亡啊，啊，再来对同飞机上的人会有悲心呐、啊，再来那个时候不用看手机，不用接电话，一心一意的观想，所以我在飞机上啊，我就很认真的观修啊，然后趁着这个飞机在飞，就把我们的功德啊带到任何的地方。那重点是。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方法。那如果我现在我在现场，我整个心都在对象啊，对象上面。那我在飞机上，整个心都在我内心里面，当然也不离开对象，只是那时候非常的专心。但是各有功德啊，因为呢有对象，你的福报力会大。然后呢禅修观修，那我们的心呢更有智慧。那我想无论如何你得被利用各种的情况，就像各位现在坐在那边跟你说电停了，坐一个钟头，那你可以观修佛像啊，观修的他在转经轮，观修六道苦，观修每一个经凡都在放光诵经，那就是不要放逸就好了啊。那你用各种的方法来调伏自己的内心，不会有贪嗔痴，也来用各种的方法长养我们的悲心菩提心。所以借假的啊存在来找到真理，来修我们的真心呢。所以我们的真如佛性、啊、如何让它显现圆满，那这些就要靠自己的努力啊。所以每一台车开足紧的，你嘛没呀、啊、哇，这个要精进，快速成佛，这个适合修密宗，拼足紧的啊。然后呢他开得慢，或是他走路，你都要借那个机会。就像各位你，我以前小时候，只要人家要过路，我就烦恼，哇，这可能有车弄死啊！所以我妈妈只要过路，我就在那边看，哎呀，这个很危险。因为我小时候我不懂佛法，那至少我有这个观念，他在动的时候，我看到他不清净的那一面变化了。所以对我来讲，每次过一次路，生命又开始了。老人看到我就很难过，我是孤勇出世的啊，所以我听到老人走鬼，我就很难过；看到小孩子在哭，心里也就不舒服啊。但是那个时候没有佛法，那现在懂佛法了，哎呦，老人开始哭啊，囡仔出世嘛，赶哭。这世间呢，一切存在呢，拢是安尼变化无常，赶哭。那现在反而会有这个想法，变成一种出离心，世间是苦，而变成一种大悲心。所以只要老人要走路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希望他走路平安，希望他子孙友好，希望有人照顾，希望有神地性，你要一直给他这样回向，一直祈愿他。就像各位，如果说你到福城高中来，还领着还是囡仔，那你要愿他们将来都能够深信因果，愿他的祖先得到超度，愿他们将来可以提早认识因果佛法，愿他碰到学佛的善知识老师同学，你要一直给他祈愿。你千万不要看这些学生从你面前走过去了，你没有一个很好的动机，那就是浪费了啊！
所以我想这个世间开车也好，走路也好，天顶的鸟飞过，鱼也好，水里底，从我都啊车来，哇，咱家附近的那条河妈祖港桥，对不对？那水好漂亮啊，一定有一些小鱼啊。那我买哪一些沉水的饲料该吃，你知道不？啊，该鱼啊，给人呐、啊。所以你要用什么方法，然后给它撒甘露水最好啦。啊，虽然我们不能，可能不敢在那边放生，鱼不见得会活啊，但是至少搞不好它有小鱼呢，啊，至少一个家。那我想你要去想能够做什么。那这条河一定搞不好以前有动物死掉，搞不好人溺毙在里面啊，我们也要给它回向。那意思是说，各位一定要用你的善巧方便，让你自己一直能够升起对众生的关心啊。甚至在这个关心又能够不执着，还要有这种空性，三轮体空，没有我，没有你，没有这个法，要这样马上就过去，一切都只是一个方便。那就让脑自己的脑筋不会偏在那一方。就跟他说，我都说诶，人在破病，所以我这几天在急诊室，我若跟老婆讲话，拢讲就大声，超工诶，讲我隔壁听，看有咧甲我听无？啊，念咒嘛，念我足大声。那我哥哥你也念么大声哦，我可能老母听无，因为耳康最好诶，隔壁耳康无好。我老母耳康最好，你两个咧开讲伊就听有，安尼啦，啊，隔壁无好，我们要尽力。啊，所以我喺护士，每个比我大声，安尼无要紧，因为护士真的很忙很烦呐、啊。那个艺人那边，那个病人不合作啊，没有家属，有些人就把。生病的小孩、癌症的就丢在那边，老人没有家属，也没有家属，真的还有没家属的，搞不好他都没钱，啊，他就给他送在那边，然后他人就跑掉了，啊，那但是护士还是要做啊，啊，如何如何，啊，他们就会有一点烦恼，啊，工会他大声，如何如何，但是我们还要尽力，尽力啊，对护士微笑，哎呀，对病人微笑，所以各位呢。公阿姐呀，我希望各位多去医院。为什么？你能够体悟很多道理啊！人是苦的，生老病死。那个时候没有在讲什么有钱没钱，有翁无某，有囝，那拢无重要啊，卖听就好啊。这痛苦无痛苦，不是佛给咱的，不是别人给咱的，是咱的业所交感来业感。这个业就是因为我们内心的欲望贪嗔痴，所以有很多人。写信给我，或者用个师父，我很苦，我女朋友不理我，很苦。他都在跟我说法，我都会回答：如果没有爱情，就不苦了。那么就简单了。啊，师父，我失业，我没有钱，我太太又外面倒很多钱，我无路可走。我说我比你还没钱，又没太太。那所以不要钱，不要太太，你解脱了。当然我会跟他这样讲，然后再跟他讲世间法，所以你要忏悔啊，如何如何啊。但是一针见血让他了解，哎，就是如此吗？啊，那个病人哦，输的辛苦就艰苦，往你家栽，无我那边出家，我就怎样就艰苦，哎，利用这个艰苦的辛苦，怕变修行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嘛想好啊，辛苦足艰苦啊，要死嘛无简单呢，啊。要挖要死嘛，不是你自己决定的呢？那这个有这个业报，那这个业报是你的心力来呀、啊。你这個心力是贪嗔痴，所以你要借这个机会来改水。啊，所以我在医院，我平常不跟人家聊天，但是在医院我很喜欢聊天。你若要跟他开讲，我跟你讲啊，天光因为拢在破病啊，啊，那是来看你老婆在破病啊。那你要借机会该开讲，上礼拜可以啊。迄天一个老人，哇！我看你修了未歹，唔知伫个倒一摆看过。我你记忆歹哦，报纸顶你甲看你拢无咧注意。啊，哦，然后看我这样，哦，发侪人来看我老母。哦，啊，恁母啊呢？因为你出家呢，害你好命，往你家栽，你都无生出家囝。啊，我妈是讲，叫伊卖来了，叫伊卖来，你差。啊，大概呢？输嘛，打只困起个输嘛，也无只安眠药，足艰苦。当然输嘛，我你莫甲叫啦，你困未起，
啊，但是他们来说啊，不救就无来要创啥，对啊，重点哦，你去楼顶念经念完，你家己走，自己回向，那你唔敢玩，对不对？所以当然人有人性，但是各位呢，你在那种，所以各位你要学佛，要发菩提心，你要去了解这个五浊众生的百态，你才会有。但是这个你不要浪费这个时间，要去思维他们的苦，而不是说哇为变那这些人辛苦叹气啊，微博呀。那个不要想，啊，怎么样去帮医生、帮护士、帮病人、帮家人，用各种各种各种的方法。我老实讲，我老母囡仔的台龟吼，拢叫我去看，台湾以后也胆的推出来，细细细，你去看，内底拢石头啊，你去看。所以我拢唔敢食，迄拢我老母在食，我老母在食迄个胆啊，甲迄个骨髓，啊，我都负责食吧，安尼啦。所以我妈妈，你看胆烂掉。现在整个胆切掉了，里面都是石头哇！刚才你在给我洗、给我看，就就行了。它整个要被切掉，所以这个业报百分之一百，百分之一百。那个医生还是特别把那个胆拿出来，石头拍照给我，那对你有交代。所以各位，唔能够假吧，好唔好啊？伊讲我只只狗啊咧破病。哎，主人阿公，你卖好假吧？阮家有寿星咧，讲鼠脑一个高啊咧假菜啊，今嘛拜啊，今嘛感情要死不死啊？啊，我说你一定要想办法帮他。狗他没有选择能力，你用素食好吃的，他也会吃啊。不然狗得癌症，他听一听命命，跟他听一见赶快，大刚都要输六回有冇？呜呜呜，跟阮老母平等，为了六道众生。要把我们整个的生命依止三宝的教戒，因为你依止三宝的教戒，发菩提心，你一定成佛，安尼才是真正好佛欢喜啊！发菩提心成佛，那是有佛同欢喜的，同大的功用。然后呢，精进来帮助众生，帮助众生不是要开偌济钱啊？一粒米啊，一粒水啊，一粒慈悲心吗？拢我都帮助众生。徛咧菩萨道，那袂使主书为了个人的福报来去解脱一切。爱为了众生，所以呢，骗缘化解，什么叫做缘？咱别个见有缘，阿个无缘，所以各位咱来变讲，咱个众生拢有缘啊，众生的苦个乐，拢是咱的责任。还有这个想法，地球每一个国家啊，非洲最近在干旱，很多菩萨发心护持，随喜功德，继续拍拼，好不好啊？总共要44亿美金呢、啊。但是钱的部分我们尽力，但是我们功德力不断回向，他们提早下雨，好不好啊？提早离开干旱饥渴啊！希望有钱的国家提早助援帮助他们。那我想非洲的事情也好，北韩的事情也好，叙利亚的事情也好，任何国家地方的事情也好，都跟我们有缘，都跟我们有关系。今日台湾人在外国死去啊！那国家也会出面，哎，我们台湾人呢，那个保护。同样的，菩萨道是每一个众生，每一个所在，拢是咱的责任，这个叫缘啊。所以我们要骗缘，一切有情就是六道众生，非情境界山河大地，都发起无上菩提心。无上菩提心以大悲心为根本，大悲心以承担众生苦为真为基本。那各位你要。去关心，不是光关心高雄，也不是光关心台湾，但是是以高雄、台湾为关心的助缘，去关心世界任何一个角落；以关心父母为助缘，去关心所有众生。而且呢，希望他们都就近离苦，叫发起无上菩提心，希望地球无灾无难，风调雨顺啊！希望所有有情脱离轮回，成就佛道。以这样子的发心来修学佛法。我们出家人的相就让各位看，没有感情的执着，没有性欲，没有性行为，这样才有可能得到一点自在跟解脱吧。所以各位养成这个习惯，能够没有性欲最好。如果你要解脱的话，还没结婚了，不要结婚。我讲你嘛没听，但是我嘛爱讲，你听也没落去啊！你现在满心都想要去找女人、找男人，你听没？因为那个是很苦的，很苦的。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，对不对啊？啊，听佛的，佛都示现出家给我们看了，断除男女淫欲了，你才有可能解脱乃至成佛。但是至少各位要有惭愧心呢、啊，做不到，但至少
六斋日绝对断除淫欲，如果因缘成熟跪在佛前我要断除淫欲，做不到哦。但是你要持戒，持戒就让你做得到，因为你不持戒你就犯戒就要下地狱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各位不要骗人家钱，不要骗人家情啊！现在很多宗教欺骗哦，我有什么神通啊，如何如何帮你医病啊，我是华佗再来啊，什么行医助世啊，帮你看看功力，功力告诉功一摊哇呢，最后呢请你报喜、啊、钱都入他口袋啊，他假借这种佛菩萨什么善良的这个很多，这个叫大妄语。那各位修行要养成好习惯，不要骂人，不要背后讲是非啊，不要骗人，不要讲没意义的爱聊天的话，不要讲虚伪谄许的话，要养成这个习惯。好，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佛法，就近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将佛陀的正法不分宗派传播在这个世间，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，多护持生命电视台。护持账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海涛法师弘法香灯，10月26日礼拜四，小神通过功德日，善行甲恶行升11倍，上午8:30，云林观音讲堂北观斋戒。好生点灯供水药供甲慈悲时时发挥，联络电话05-633-1565。10月27日礼拜五，念药师琉璃光如来持斋度罪30劫，小神通过功德日，善行甲恶行升11倍，下午2点，嘉义澎湖公园99中央敬老心灵讲座，联络电话05-225-5888。10月28日礼拜六，九皇大帝圣诞、洪都大帝圣诞、道庙青君圣诞、天上圣庙回声、临水夫人李高千秋、中大元帅千秋、小神通过药师如来殊胜功德日，善行甲恶行升1兆倍，上午8:30，台南市立后加国民中学北观斋戒，好生点万灯供万水，药供甲慈悲时时发挥。联络电话06-213-1112，06-258-9177，07-607-3377。10月29日礼拜日，小神通过功德日，善行甲恶行升11倍，上午9点，高雄福社高中活动中心传授在家菩萨戒，好生点万灯供万水，甲慈悲时时发挥。联络电话07-556-9911。10月31日礼拜日，小神通过功德日，善行甲恶行升11倍，晚上7点，屏东中正艺术馆心灵讲座，联络电话08-751-6018。11月3日礼拜五，念阿弥陀佛，持斋度罪200劫，诸圣福祝圣诞，南昆五三王爷千秋，小神通过功德日，善行甲恶行升11倍，下午2点半，金门文化局心灵讲座，联络电话08-326-251。11月4日礼拜六，佛陀应允返回人间日，
小心通过阿弥陀佛殊胜功德力，善行甲恶行成一万亿兆倍。上午八点半，金门金湖综合体育馆北馆在界。联络电话：08232665151。11月5号星期日，小神通月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十万兆倍。下午1点半，金门金湖综合体育馆点千灯共千水，暨大蒙山慈悲施食法会。联络电话：08232665151。11月6号礼拜一，念观世音菩萨、地藏菩萨，持斋度罪90劫，称圣神师陈秋，修行通过观世音菩萨殊胜功德力，善行甲恶行成1000亿兆倍，金门佛学交流。11月8号礼拜三，修行通过功德力，善行甲恶行成10万兆倍。上午10点，新店普愿福德院北区联合护生点灯摇香，甲龙凤圆满日大蒙山慈悲施食超度法会。联络电话：02-2917-8855，03-533-7368。11月21号星期二下午2点，马来西亚居然柔佛慈悲甘露施食法会。更加十方大德踊跃前往参加。阿弥陀佛。